我们生产的大红红龙果种植于高雄市六龟区十八罗汉山山脚下，我们的气候温差大，利用粗糠鸡粪来抑制杂草，然后保湿保水。我们的红龙果使用黑色网式网子套袋，因为网子套袋它可以隔绝病菌还有我们的果实蝇叮咬，然后让它的转色更红润。产期约为六月到隔年的二月，我们的夏季果差不多冒花出来，差不多两个半月可以采收，鳞片完全薄而且红透，然后完熟才有采收。甜度约为20度上下，都有经过农会的采收验证。我们使用重量语音分级，分果后进行包装，每箱净重10台斤。不要求我们的个头，我们只要求我们的甜度品质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入外销这个市场。